哎呦！现在唱相声能行吗？不是，现在唱戏也不能。
那也是分情况嘛，分唱什么戏是吧？唱戏真唱戏，那你说你唱哪个剧种的？剧种的，哎，你看吧，那我就怕吓着你，我跟你说，要不那时候吓不着我，唱京剧。咦，京剧表演艺术家呀！咦，你要点脸行不行啊？我破相，我要什么脸？哪儿有京剧表演艺术家？艺术家，艺术家，爹爹吹痛艺术家。什么？不是这艺术家的英文叫什么？爹爹，爹爹，你是马戏啊？爹爹吹痛。后门呀门，挨个单挨个单。后门艺术家。你这塑料城门啊！艺术家，您艺术家，艺术家，京剧表演艺术家，不是不要脸啊！表演艺术家，艺术家，那唱哪行当？哪个行当啊？都行。这都不行吗？没有不会的，只有都全会，全行吗？全行，大麻你知道吧？你姓王啊？不是大麻，没有不会的，没有不会的，你生旦净末丑全都会，全全全全全是吧？都行，都行，我们表演一个生旦。好。绝活儿，这绝活儿，这绝活儿不会啊！生旦净末丑，生旦净末丑，不行吗？神仙老五虎都能来，神仙老五虎不是前面那他老行当是吧？他都能来，行当都能来。哎，这艺术家嘛，我那可一憋练吹后嘛。咱们二十四 B 个拆解子吧。都会，都会，都会，真唱京剧。对，哎，这确实挺好。就这样跟您说啊。其实我也会唱京剧，是啊。今天这样，咱俩给大伙唱一出怎么样？好。你行吗？行。你不行。我行，你现在还没错。你行不行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你们何九华。何九华行。别我跳啊！我是谁呀？谁呀？艺术家。别别别！太多了，是吗？太多，我会的 so many， 知道吗 ？so many， 戏我会的 so flower， 知道吗 ？so flower， 太花了，花儿。或者太多了，知道吗？我说这个戏名都没听过。那不能，肯定没听过。光棍的一宿。听过？这么劲爆。寡妇的一夜，这更刺激。后边还有续集呢，续集。你的父亲母亲，玩去，玩去。这玩意儿，你们会的太多了。你挑戏，我挑戏，你挑戏，我挑戏啊！来来，咱们唱一出《黄鹤楼》，可以？不会。不是您京剧会了 so many， so flower， 我就挑一出您不会。你看我会那么 many 没？这就不会，不会，鞠躬下台了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不是，咱们这个节目叫《黄鹤楼》。我掏完戏，您不会，好尴尬。今儿黄鹤楼吧？你以为呢？我丢胳膊草。会会。真会。黄鹤楼能不会吗？确定。包木子说什么不会什么。那就唱黄鹤楼，黄鹤楼来呀！别着急啊！来呀！那咱们分分角色。哎，不用分，不用分，不用分。那怎么着？都是你的，都是我的，你拿去。你奉献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怎么了？分包感觉，包感觉啊！那这样，我刘备，你刘备，对，刘备我知道啊，姓刘名备字玄德，家住大石楼桑，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的啊。我来给您诸葛亮，诸葛亮我知道啊，姓朱名葛字亮呀，是不是？亮。蒙了，怎么着？叫什么？复姓诸葛，单字林呀。哎，行行行行，叫什么？
了，没问题，来吧。然后别着急啊，然后我后边来张飞，你来俩，对，我来一个啊，瞧不起我，我是谁？艺术家啊，毕烈退后，不干你，不是，我怕您累啊，来，怕您累，行行，我来俩，好好好，我看主要看您，那主要看我呀，会，那没问题啊，那再来唱吧，又着急等。啥呀？这咱打把桌子，打桌子。对呀、啊，来来来来，啊、分出前后台来。我问哪是前台啊？桌子前面没前台，桌子后边没后台。您那边上场门，我这边下场门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咱们把那什么给我拿上来。什么呀？那个唱戏唱的那个。比基尼啊。绣一煎饼，画一鸵鸟，画一乌拉圈，画红头。出来一买早点去那叫行头。喝酒来，酒来，酒不来，酒不来呢。咱们相声后台没有喝，那怎么办？咱素身上，素身上，哎，不穿了，钱脱了，对，来。收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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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罗啊。小罗怎么打呀？打贼。小罗打贼呀、啊。二打贼。我老打贼，我让他打什么？打贼。贼贼贼。
不中。老韩龙先生吃狗粮，操你！弄什么？弄什么？干嘛呀？哦，出来了。
呀，这走您最后一句话了。什么句话呀？三将军怒气不息，进得保障。你为着谁来？啊、对，我知道。知道不说？我不知道放。就放这儿。对。